编号第二位，第二位参赛选手，身高171公分，体重53公斤，三围32B16/35。第二位参赛选手，身高178公分，体重58公斤，三围34A25/26。台组第四位参赛选手，身高179公分，体重56公斤，三围34D29/34。编号第十位参赛选手，身高168公分，体重45公斤，三围30B23.5/31。编号第十二位参赛选手，身高168公分，体重50公斤，三围32B24/34。选手，身高177公分，体重55公斤，三围30B25.5/36。编号第17位参赛选手，身高170公分，体重49公斤，三围31B25/36.5。紧接着登场的是由我们男模组第编号19位参赛选手，身高188公分，体重75公斤，三围37、32、38。接下来登场的是编号第21位参赛选手，身高184公分，体重76公斤，三围37、31、37。接下来是编号第22位参赛选手，身高182公分，体重70公斤，三围86、79、92。接下来登场的是编号第23号参赛选手，身高180公分，体重56公斤，三围30、28、35。接下来登场的是编号第25号参赛选手，身高182公分，体重63公斤，三围83、69、89。接下来登场的是平面超模组第28号参赛选手，身高170公分，体重45公斤，三围29.5、22.5、32。
接下来登场的是编号第33位参赛选手，身高166公分，体重53公斤，三围34B、27、28。接下来登场的是编号第34位参赛选手，体重165公斤，身高165公斤，体重53公斤，三围33.5C、26.5、38。接下来登场的是编号第39位参赛选手，身高165公分，体重51公斤，三围34B、25、38。接下来登场的是编号第40号参赛选手，身高170公分，体重49公斤，三围31B、24、34。接下来登场的是编号第41位参赛选手，身高163公分，体重43公斤，三围32A、24、33。接下来登场的是编号第46号参赛选手，身高165公分，体重45公斤，三围34D、25、36。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我们编号第47位参赛选手，身高172公分，体重50公斤，三围32B、23、33。现在借着现场各位观众的双手，邀请我们参加国际超模大赛台湾赛区复赛所有的晋级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一连串时尚传言。
好，谢谢以上所有晋级复赛的参赛选手。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三位评审，为我们各位选手点评一下。首先邀请到的是 Lady Gaga 合作设计师陈义良陈老师，为我们选手点评，谢谢。Hello， 大家好。那个虽然看得出来有一些选手是比较青涩，但是整体来说，我看得出来你们都很用心在这一次的比赛上面。然后有一些选手，我觉得台风算是还蛮稳健的。那希望大家可以再继续努力，就是再更加强一些。好，谢谢。好的，谢谢陈义良陈老师的点评。那我们接下来欢迎施华洛世奇前总经理六王为我们线上四位选手点评。好，各位现场所有的贵宾，大家好，还有我们所有的参赛者，首先嘛，先恭喜你们，因为你们给了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迈向国际舞台的一个机会。那这是我们第一次代理国际超模大赛进代台湾，ISMC International Supermodel Contest 已经在全球迈入第十个年头了。在台湾以外，我们目前全球已经有26个赛区，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嘛，希望能够给台湾的年轻人更多的一个国际舞台的一个机会，所以正式代理这项决赛进入到台湾市场，成为全球第27个赛区。那今天是复赛，所以你们已经是从几百个报名者当中挑选出来的前50强。那接下来在下礼拜我们在文华东方酒店举办的一个总决赛，就能够决定今年台湾区的一个冠军，未来也都有机会跟其他26个赛区的一个冠军做交流。那大家表现的都非常的好，也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给你们自己一个很棒的一个掌声鼓励，谢谢你们。好，谢谢六万王董事长为我们选手讲评。那接下来让我有荣幸欢迎我们执行主席黄主席为我们选手点评。各位选手，你们待会呢还会有才艺表演。我们今天的复赛呢，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出。全球各个赛区都非常期待我们台湾赛区的选手会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演出。所以其实我们等一下呢，在复赛之后，接下来我们今晚就会公布所有复赛晋级到总决赛的名单。我们评审其实也非常的兴奋。那我们接下来要相约在文华东方的总决赛，大家一起可以争夺我们台湾的总冠军，代表台湾，然后一起跟全球的选手来做亚洲总决赛以及全球总决赛。我们非常期待台湾的选手带给我们一个台湾佳绩。那你们的表现，我们今天各位评审其实非常难选，因为表现得非常优异。那我们很期待待会的才艺环节，选手可以为你们带来加分项。我们会加码有在总决赛最佳才艺奖这个得主的产生，所以恭喜今天有带来才艺表演的选手。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评审。那我们现在欢迎三位评审老师帮我一起到台上与参赛选手留个影。主办方Lias， Where are you？好，那大赛摄影师帮我举个手好吗？来，所有选手跟评审老师，麻烦帮我看向大赛摄影师，谢谢。好，来看这边，有被挡到的要往。来，麻烦帮我稍微调整一下哈，后面第二排帮我看一下中间，左右中间，可以吗？白色衣服，它是被挡住了。对，然后露出来一点 ，OK。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个看看中间的镜头。好，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左边的观众朋友。好，右边的观众朋友，好，那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所有参赛选手以及我们三位评审委员。那参赛选手直接帮我到后台准备下一 round 的才艺表演，谢谢。